我帮你打右边那个了，啊、你左边那个我没子弹了，我最后几发子弹的三倍给我操！我操！我人麻了。 我左边石头还有个人，他把石头打到我正准备打左边那个。跳出售楼吧。我需要弹夹。啊，我在这边也去。跳也去了吗？OK，OK。我收了。他那个人是从狮子里出来了，后面那个打不掉了，没办法。嗯，楼里面有人，我靠。 我需要弹夹，白给嘞。 有人吗？学校的学校，远着呢。还有人飞龙来了，劈成的。完，我操！几个？一个楼底儿。 这位置的封烟，有烟吗？倒了，别急，别急。要死了，要死了。你拿火封烟，拉一下，好兄弟，拉一下，再不拉要死了。我他妈从天而降，吓我一跳，下来给我包了一箱头，不然我死不了。 哎，天上又有人落下来了，游泳馆楼顶。包能填吗？哪个包？填不了，这个包刚刚打的这个。隔壁楼这个人要把它处理掉，走，开车。
上次直接顶他脚下，一级跳。要么在二楼。 丢了什么东西啊？你扔个雷，你咋不自己说一下呀？<笑>我自己杀死了。你差点把我们全部给弄死了！你说你自己……我听到了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到好像他丢了个东西，我没过来。这队友真的离谱。 他直接就把我们拉下去陪葬的，<笑>应该是个小鸡心吧。我们三个人要是直接往前走，直接就没了。 我操，这个包里面怎么只有四个？天上又落下来一个。谢谢一直毛，谢谢一直毛送的新年礼物车，谢谢。 在二楼楼梯口这儿，云管也有啊。没投掷。云管倒了。云管倒了是吗？来来，打二楼这个。下来。在一楼。 隔壁这个在哪？好，在泳池这儿打倒的，没东西，是天上飞下来的，应该和阿成山上一对。我去开车顶上去。欢迎力哥，下午好，力哥。 四号有卖吗？四号。上车四号，快！右边有个吉普。 这边打过去啊，很多盒子。哎，对面，好多，这个点。前方有危险。看到了，楼顶还有。
一对一对，前方有危险！啊，丢人了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 要不你架枪吧。OK， 我找个位置。人加的面积不多，小心一点。他们应该退到二楼了，退到房里。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 哪儿呢？你标的哪儿呢？啊，右上方。前方有危险。别着急顶啊！前方有危险。 飞龙呢？前方有危险！你从烟上二层楼吧，左边可以帮你架一下。往右拉了啊！不见了。 他们开龙呢，可能飞走了。 加了，看不到了，我来点个包。前方有危险。兄弟，我说应该是海景。前方有危险。刚看到这两个包呢，哦，这个东西，没错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他到海景房了吗？有个开龙拿枪的。前方有危险。海景房应该还有。我这边吗？对。 没动静，他们是三个人的。前方有危险。嗯，我看到了。前方有危险。 又去刚刚支援连员看他房子，他们是真的会跑啊！这些人，他们启动又溜了，大房又去了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哎，有个人开车了，去对面了。前方有危险。 去把大房那个抓了，大房的好像也走了吧？还在。倒了。对，启动过来了，可以过来。 有一个在马路对面，龙的挺那边了。前方有危险。龙在你右手边，小心。
上上把马龙对面抓了，烧。 二楼，二楼客厅炸倒了，5、6子弹好少。我需要侧边镜。这个龙又去哪儿去了？龙肯定跑了呀。你大厅那个包子弹多吗？还有子弹。5、6 ，OK。没药了，快走。吃个老年饭来。我操，手速好快，兄弟！走！你没有饮料吗？一瓶药都没有。给你，一瓶都没了。来，地上3瓶。出来！进来拿呀！我操！他捡了。一瓶都没。我再给，哎，止痛，止痛，再给你一瓶。走，走，我加油，直接走。把饮料打了，我得换位了。马上到了。左下角有风烟。看能不能抽。可以抽。找个好一点。前方有危险。炸死一个，打倒一个，还有2个。走，嘿，走，他已经人不多了。石头号。你拉枪线就好了。扛不住。哎呦我的妈！摁到死，我操！我接你走了。他们还有自救器。圈里面有人堵他，要堵死了。这个结果，哎呦我！陈凡兄弟，那个圈太痛了，你知道吗？太痛了，顶不住啊！我们打了一波就要走了，直接进圈了。给他们吃了甜药啊！
没药啊。太被动了呀。我绕的机会都没了。你包里没舔他的包吗？舔了一口，自动拾起，我都不知道舔了个什么东西。就是包开打开我就走了，就几秒钟呢。那个包二十四秒，那个圈24秒，你舔个止疼药都活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哎，不是龙之城，没到人家了是吗？换一把，是不是没有龙？没有龙。加了六分，五就是加了才加了五分，一下午加五分，上吧加了五分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又是这么远的航线。捡个低保去吧，不去龙石坑了。要不再推一下？推一下吧。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哎，我一扛毒，人就麻了。什么鬼呀！我操，三号退了，不要他了。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现在退了，不影响战绩和积分，然后会成为低保。这个人想和我们抢，但他送我下面了，楼顶落人了，兄弟。
填补了。我操龙！我操龙顶去人了，龙的顶上去人了。没钱啊，我操，嘎嘎疼。妈的，那个人是怎么上的呀？他死了，他最先死了，然后跳到上面去了。哦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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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三号，然后拉了个狮子来去。他有卡。有人啊，在另一边。没加，没二级的。我这里有物资，过去弄他们吧，埋伏一下。三号怎么我们去龙石城他不去，等我们出来他又去了，不知道哦。看到人了，他在那个楼顶飞下来了，在这个房子的楼顶，黄色。
车库旁边那个是吧？嗯嗯嗯。前方有危险，这三个人吗？对，建筑房。前方有危险，就他一个。你给我架，我要顶。右边。跳了。别弄了。回枪，左边。围墙，我上二楼。嗯、山上也有啊，小心！这边山上刚才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。前方有危险，房顶还紧。楼里还楼，房顶还是在楼里。房顶有一个。拉不过去啊，我操，你有烟吗？这个位置只能顶，不顶的话你从左边拉雷雷封烟过。他好像过去了，过去把队友补了。今天还有一个啊，房顶上。好、啊、给你左边那栋房顶给了一枪头，没打掉，我操！走吧，这里不好打、啊。他俩队友拉枪械，那没有车就难搞了。钱包，傻逼了，漏多了，这里他妈能打得到在右手边，我操！他倒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小心点。去打人去了，抱过来了，燃烧弹，燃烧弹，三个啊，很烦，我他妈的这不。24分啊，兄弟！20这么多吗？嗯。妈那个火就很难受，我操！
不然还能操作一下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啊，那个角度我卡住了，然后漏了一点点，我操，他妈就抓到那一点了，他在最右手边那个边边上露头把我打了。嗯，这一堆会玩这一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肯定有人要抢车，好像没刷到有一辆，可以。三号去哪儿了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没有人吗？哦，看到了。前方有危险。掉到分了呀 ，baby。哦，他那有车。有车。哎，我操！这边好像有枪，那边有人拿枪出来了。OK OK。对，排路人。哎呀，从妹妹那把开始掉分儿，从那个女人开始掉分儿，后面就他妈的输人。哟，这有枪啊！我操，他想干我们。开车了，在外边停的。我们来的地方。嗯。
我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队友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别急，十号过来加一下，十号。二号加枪，你直接过来拉我。哎。这么准吗？这个人打了个人机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哇、哦，这么屌吗？这个人，把你全杀了吗？嗯。哎呦，那我不会去 S C 五了。牛啊牛啊！可以可以。你有车吗？没有，我在找。OK， 我的 R 车没人。那个人会玩，被他骗了一手了他。
这怎么开门呢？这我收的吗？这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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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我需要弹夹，真的是个打野的，自救器，哪里有自救器？哪里？哪呢？搁哪儿呢？自救器。加，帮我标一个。我也没加，一级下。下面小房间这个吗？哪个小房间？隔壁没有啊？吃个年夜饭吧。快上车！开车来了，队友开车来了。海景，海景，我脸上，我脸上，几个啊，好兄弟？没有脚步，翻下来了，翻下来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不就是穿你们的那个吗？一穿我们的那个吗？对。还有，还有，旁边还有，还有一个。海景放楼顶，海景放楼顶。打打打打！冲冲冲冲冲冲冲！还有一个楼里面，跳出去，外面围墙。包呢？有绿的。
后面那个一层平房。哪个呀？我操！走吧。这个吗？房间饭，吃房间饭。哦，我操！哦，哇，你们真牛逼！我操！你们真牛逼！快上车！好细呀、啊，你们！这整的我这个出人都不好意思了。太细了，太细了。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不是枪了吗？大声点！夸你们，你们怎么还不高兴呢？这把好牛呀，绝对换！上车呀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打了两枪，别跑！这树就这个树。为什么不正常？这他妈没打过！哎呦我操！连个耳机甲都没有啊，怎么？还是个一级甲，我操！咔咔穷，我家是也碎了，稀碎了。我也是一级甲，三级。S 一，估计他们要去 S 一。那边有个车，右边一辆车。什么龙？打什么龙啊？打前面那个车。没还手。追车！追车！追车！二车。三十一分，三十一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有油吗？火枪，火枪。去了，前方有危险。两个车，两个车，这里两个车。别停啊，没油了。车动了，车动了。走啊！上号。啊，下过了，去加油站了。上号。干嘛呢？有假的车又亮了，怎么走啊？还怎么打？
走走走，我们不管他了。走走走，上走。大山可以去看一下。前方有危险。两辆车去大山了。OK。你们想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不好舔，不好舔，驾驶了。那就先在这里自闭一会儿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上车，上车。去踩那个防空洞吧。不用去防空洞。去了一个平房，我们这句话也可以。前方有危险。正在打龙，打起来了，又去了一辆车。顶他右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左边很多人。OK OK， 二楼有一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他妈一楼。没事没事，门口门口门口就在。先拉人，先拉人，先拉人，先拉人。我在自救，我在自救。拉人，我叫。给楼上灌雷吧！正在疯狂丢雷。楼里有一个。在小房间里面。前方有危险。炸到了，对面是一队，在自救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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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自救，让开，他哥的，我操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叫一个帮忙站一下，站在房顶了，房顶叫了。
在后面救人。我房子也有。楼顶还有。没了吧？嗯。我想配把大扳机，哎呀，好烦！哎呦，我操！三点有狙，我们得换位置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防空洞不在圈儿。那个石头，那个树后面趴着。什么车？他停的，蹦蹦蹦蹦吗？嗯，树后面有一个，就是正前方那个。来，下一下，前方有危险，下一下，下一下。空投后面，是个笨蛋吧？哎，我树后面，树后面就是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直接拉兄弟！哎，直接拉他，别封烟了。我刷你自救啊！山顶上有人，防区也还有。能看到我这个山顶吗？啊，这怎么压不死他呀？为什么？前方有危险！拿那个法波，那个法波没了，那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前方有危险。快救救我！太难了，快救救我！剩下三个在防区。呆着，剩下两个防区，防区准备出来了，回枪，前方有危险，最后一个了。丢东西了啊！别上啊！丢东西了，他丢东西了。在阳台吧，应该。加多少分啊？16分，有点少啊，有点鱼，没杀几个人。地下招人打吗？我不想招人，我现在招人就烦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不打农师。我操你！啊！我真的是。
去了个没呀、啊？我靠！怎么不打龙狮？我操！为什么啊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有个朋友要来。 OK 阿成吗？喂，叶总。 OK 是我呀。前两天不就这个号打的吗？不记得我了，太难过了。记得，我这不是确认一下。嗯，那好吧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大西上脸分吧。什么鬼呀、啊？来，给你们发点鱼饵啊，随便喂一下小鲨鱼好吗？什么非法请求？为什么？就在等你入你的心，还有多久才能和你相遇？拒绝眼睛却不畏反呢？造反吗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哎呀，这把又不是龙西城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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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死你！哼，你叫我打就打。不要面子了吗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屁什么 ？OK 啊，有人就跑，没人就打，懂意思吗 ？OK 啊，那应该是有人的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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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还有多久？看到人，我去三加二了。OK， 是前方有危险。落了人气。七个，本来他还在外面放了两枪，刚才。这个前方有危险，看着没？前方有危险。看这儿，看这儿。我这边有真人，我这边有真人。你是几号啊？我前面都被搜了，然后楼上迷宫老师脚步。又来一个月，我这三加二子。好，你忙不过来了。双阳来着，我一帮四号。你把那个打了吧，你把那个打了吧。你打吧，给你。三加二在哪？这是双阳台，双阳台这，你来就行。没看到啊，我就在这。这把怎么这么多人机？我打第一个人机还被补了。好。那么多人。有个车路过。马路上，马路上。来喽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老板忙不过来了，老板。是的呀。有二甲吗？他妈好多人机、啊、二甲有二头缺一个，多了二甲有的话可以帮我调一个，三加二，三加二就有二甲啊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怎么这么穷啊？小切也有。
还是龙狮城匪啊，这里太穷了。有没有556的枪啊？没有呀，我也去。是有扩容枪口。六倍镜有大扳机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三子楼有个六倍镜和大扳机。你们拿，我有三倍。OK 啊。你小药啊。每分你一瓶。地上配件啊，车库好多配件。嗯，扩容没人要吧？大盘机人要吗？大盘机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走吧，断粉联赛吗？等一下啊，我停个车看一看。学校，我按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快快快！看到，小心！前方有危险。打后面那个，好的，后面那个趴着了，看到我们了，右边那个趴着了，右边那个在骗自己，学校大门，好，最后一个输后面。翻龙，致死了是吗？嗯，致死。嘎嘎穷啊，嘎嘎穷。来吧，嗯，自己人自己。快走，好兄弟。
丢 baby， 丢过了吗？还是没丢啊？这空投是丢过了吗？应该是，前面没看到他丢。掉针呐！快捡快捡，捡完快跑！捡过了，捡过了。谁呀？谁捡的？车？又要叫车了吗？很呆吗？很呆。OK。进攻大区了，停了。左边，锅上。锅来了还。你们第一时间没有下车，下车他们反扑直接停。黛西啊，我操，没救到你啊！给他们班儿挂机去了，走。没事呀，你先打呀，没关系啊。没事。你这个号也要上分呀？我这号分低，没关系。真的是很呆的一堆，你知道吗？好兄弟就要一起上分。开过来的时候，我直接就在那个反坡下车了。哎呀，但是他们火力太猛了，直接秒了两个。撞枪口上，你站好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这帮人就很坏啊，先补人。
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下雪，风渐渐，风翩翩，你不见，还有多久？身边。有一队我掉，他们都成中的，三中段中段中段，我去一条街了。找一个一个大残，肯定有人，楼顶，帮我加一下楼顶。哎，再看我再看，玻璃房有一个。三层楼这个他漏，我能打他。三楼了，在三楼。我野外过来个人机。前方有危险。有三层楼。前方有危险。跳过来了，没跳过来。我没雷。是人机。你脚下一个弹了，帮你补了一个，你小心，我这边没子弹了，都在我脚底下。在这个楼，前方有危险，在这个楼了，在这个楼里一个，没了没了，这边有个人机，好像前方有危险。谢谢力哥，感谢力哥的雪人丘比特，谢谢。谢谢力哥的雪人丘比特。我这边还是装人机的。来了。不是啊，是真人机吧？还是装人机的？不好说，还全自动装了。
神奇。那你血亏一个人头。你不敢上啊，我操。不要怕黛西，越怕越怂，越怂越菜。打烂掉了已经。要有自信啊，黛西。你下午白打，你那么自信，我怎么自信？你下午掉了分比。因为我们冲分前两天加起来三天掉的分还多。哎呀，黛西啊，黛西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还有个三级包。还是那么穷。丢了快播OK。玩微信区的为什么那么多？因为微信区小学生少啊，但是还是避免不了啊，我操，小学生拿着自己奶奶的微信，爷爷的微信，爸爸妈妈的微信玩游戏。楼顶上啊，小心。
走吧。 OK。 要出新的大转盘的吗？抽啊，兄弟们！风卷卷，梦翩翩。哎呀，好车技啊，真不错呀！ 双人跑车啊，那个兰博基尼那一款嘛，我抖音上之前看到好多发了一个视频的。 黛西，心态别崩。黛西都已经服了，麻了吗？<笑>我连着充了4个赛季的钻石，这个赛季打的真的是……这个赛季你不是有事儿吗？想死。 是不是我影响到你的黛西？啊？是不是我来了，然后你就裂开了？你没来，我裂的跟你还跟你有什么关系？<笑>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稳住心态，黛西。 这只能说运气不好，知道吗？赛季初感冒，哎，感冒就算了，哎，结果还要去参加婚礼，参加婚礼就算了，还要适应12.9的派的，对吧？只能说天不时地不利，人也不和。是啊，对自己的，是吧？是吧？ 过两天不掉分了再上，我们不掉分，别人也不掉分啊。天不生我，一阴代息，海岛万古如长夜。12.9的快乐还没适应，已经适应了，现在。<笑>
没适应呢。五帝城头我最狂，我是 DJ 剑九皇。剑九皇是什么境界？剑九皇紫玄境。紫玄差了一点、啊、天象就能拿下了。他是紫玄境、啊、紫玄上面就是天象是吗？嗯，但是紫玄在天象面前就是一招一招秒、啊、就融化啊，一招秒。我发现那个就是段位压制，段位压制都是一招秒啊。嗯，麦巴赫上我最浪，我是 DJ 红喜象。剑来！我操，那是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名场面了，很帅，真鸡巴帅！自古弹幕出人才啊，看着那个弹幕笑死我了。陆地剑神，陆地剑仙，李淳罡。李淳罡因为凤年的一句“我全都要”，哎，来车来车，七五六十分贝。又来个金马，同样的方向开走了。动我！卡他后轮。他这个车看不到人，我操！就他一个，我去和他 battle。死了吗？他死了，死了。OK 啊！一口饭捉九口盐，我是 rapper。李凤和徐凤年，还有个摩托车过马路，刚才就，哇，好车技呀、啊！我要去填子弹了。后面。看到了，哇，这个人好肥呀、啊！还有啥剩的不？还有，多了，肥的一笔。前面很危险，你先上吧，我会在后面保护你。
30个人，有点小质量是吧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单压的？我操，我给忘了。还有，还有没有看过那个《雪中悍刀行》的？快快快，各种人物的短剧啊！我给忘了。嗯哼。我们要不要去拿这个独栋？无地城头我最狂，我是 DJ 剑九皇。懂，可以啊。有点自闭。独栋很自闭 啊，我们去拿前面那个，来上车。走走走。你要填不？这个车要炸了，我在炮楼放火，你们在那边，奔着。手拿桃花唱嗨歌。我是主唱邓泰勒，这起源了。前方有危险！天下第二，我自知。我是 rapper 王先知。他的包在哪？房子里面吗？前方有危险！你看过《降夜》吗？几分？什么《降夜》？嗯，《降夜》是什么？也是一个类似，也是类似《雪刀》《雪中悍刀行》的这个。没有。可以去看一下，前方有危险。十五过过，走。木板房，什么东西？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我没看懂。小心啊！家被人偷了。小心啊！在房顶上趴着。是我卡了吗？卡了一个。他左边石头还有人。不动的圈直接走，快！不帮我，我有车。他妈有人了，我操！对人呐！哇靠！什么时候来的？去晚了呀 ，baby。你就带这个拖拉机这儿吧。我好，他没有补我哎，我好像还看看你们能一个能不能救下。救不了，好兄弟，那个位置太尴尬了。我知道，我在爬。你爬吧，你慢慢爬，看能不能爬过去。啊，发现你了。都不知道那儿有人了，我过去白给呀。得看一下，主要是。刚没人看后边，我俩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这边钉木板房。他也没点我们，我操！他那房顶上都没点我们。开车先开车，那中间他就直接扫吧。
别拿他就直接杀就死。苟住。有后来车。哎呦我操。除草的啊，小心。上房顶快跑。开车。这个圈怎么玩啊，这个圈你一线生机往甲子不扎，真的我车没了，要把车车没了了，废了吗？后轮胎废了。嗯，别和他对枪了，车被他打到一个轮子，嗯，走不了了。哎呦哎呦，三个，我操！四个，全在赏女。四个，还有一个在那片露了个小头。你别往你左上封烟，你往你左边跑吧。左边走不了，我已经走不了了。毒，还有烟吗？还有个车，你马路上有个车，左边马路。来干哪呢？是、啊，嗯，被打到一枪头。这一队也是高薪的，估计。皇冠、啊。一些位置好没？水滴水滴，那玩意儿，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哎，是没有龙狮那个模式了吗？怎么三把的都没排到？应该它是这样的，它是后期要慢慢的把它移除的时候，它会慢慢的
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才没还没玩够呢。